我就不信你关注完我不买我家粉条子啊，天天我就炖粉条子，不是炖就是吃，你就看这粉条有没有食欲了，想不想吃啊，喜不想喜不喜欢吃啊。快哥姐妹啊，就咱家那个朝阳六家子的纯手工红薯粉啊，可来大好事了。之前呢19.9拍五斤的哥姐姐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啊。现在呢厂家为了冲刺六月份的销量排行榜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给咱发五斤。另外呢老弟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6.9给咱发五斤红薯粉条。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也不是那种小杂盆啊，它是朝阳六家子的啊，它是有宽粉是有细粉啊，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，咱喜欢吃宽粉的咱就去拍这种宽的啊，咱如果喜欢细的咱就拍细的。并且呢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啊是一款无添加的红薯粉条，它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啊，不含木薯粉，是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。看一下它这个颜色啊，就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，好的红薯粉呢都是这种微微泛黄的啊，不是那种白不拉几的，品质呢绝对嘎嘎好啊。像咱平常呢炖个酸菜了，炖个鱼了，炖个肉了啊，包个包子了，包个饺子了，怎么搭配呢都是特别好吃。而且呢它煮在锅里不断条，不粘汤，不成坨啊，平常呢咱炒个酸菜粉，炒个芹菜粉都是嘎嘎下饭。哥姐们啊，现在的厂家为了冲刺六月份的销量排行榜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给咱发五斤。另外老弟呢这边还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6.9给咱发五斤红薯粉条啊，宽粉细粉可以选择，厂家控价之后呢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啊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16.9给咱发五斤的话咱赶紧去安排。